以奥斯卡之称的鸿雁大奖，也就是一台全球最具风格的小车，名称叫做是，哇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，我瞥到这个，别想，好，立刻送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么道理，做人就是要这样。再来，第二台是什么？没有送车。第二题，女性送分题，好不好？保送。如果你拥有一台红色的小车，你会想要搭配什么色系的彩妆？还有为什么？好，我看到妈妈，好不好？妈妈抱着小孩子，白色的眼影，很有朝气，很好，非常好，时尚的回答，100分。第三题。蝉联台湾2010跟2011连续2年进口小车销售冠军的是谁？哇，好快，再一次哦，是谁？那位黑衣服的先生，大号。